怎么了？啊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你怎么了？你又不说话，你一天。你又要出去啊？我不能放你出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门锁起来的不？啊，你打不开的，我锁起来，你知道为什么锁起来不？人家一来个外卖，你就对着门口吼，我帮你打开，你不许再给我捣乱，好吧？好了，可以开了，你自己开吧。你不许，啊？你要干嘛？哦，你要吃肉干呐？哎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。好，你就这包是吧？这包刚好拆过了。走，我们去客厅吃吧。跑慢点喽！你都坐好等着啦。你要不要叫弟弟妹妹一起出来？你去吧。还没开门呢，爸爸。应该是开门了，应该开门了。让爸爸开门，让爸爸开门。哈哈，开门了，开门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彤彤，你不过来一起吃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过来吃肉干喽。你干嘛？你还去找爸爸玩了一下是吧？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你不吃嘞。超好吃的。彤彤，你吃的好快呀。妹妹的，哎，图图你怎么可以抢呢？接着的，接着的，图图着急了是不是？图图的，妹妹的，图图的，杰瑞的，妹妹的。你想吃啊，兔子？你转圈圈。哎，哥哥转圈圈，你怎么咬哥哥了？杰瑞的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嘿嘿，好现实的狗。